的掌声啊！很高兴见到在座的每一位好朋友，衷心的祝愿您在咱四方玩的开心，玩的快乐。新的一年里能够阖家欢乐，万事如意，吉时吉日，喜如风，丰年丰月，国丰增，增福增财增长寿，寿山寿海寿长生，增福生财生贵子，子孝孙群代代荣，荣华富贵年年有。鼓掌的朋友们，有权有势有钱长，谢谢。感谢您开心快乐，保持住您最好的情绪。接下来有请我的黄金搭档，全场最漂亮的大美女，黑山老妖闪亮登场。来人！Thank you。很开心能够给你们演出，希望我的演出时间能够带给大家一丝的快乐，谢谢啊。来了来了啊。哎，简单的先向朋友们介绍一下啊。好的。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啊。嗯，站在我身边呢、啊、这位美丽而又芳香的小姐呀、啊、就是我的搭档啊。是的，长得跟别人就是与众不同啊，看一个五官，长了一个美国人的本子，英国人的眼睛，韩国人的鼻子，新疆人的小嘴，日本人的下巴。是，我是八国联军大鬼子的。夸你长得漂亮啊，像天使一样的美丽。是的。你知道什么叫做天使吗？就是天上下来的宝宝。都被抢了，让朋友们看看，你就告诉你长得太有特点了，这一笑把这24个大宝牙全露出来，就你这副大牙都能抠出麻将，你还得胜负军旗呀，这是哪个粉圈子爆炸把你崩出来的？爹妈都一样费回事，一样是那点活，这咋就把你研究出这样了？就你的造型，强奸犯见着你都得犯愁，从哪头下手？我这人，哎呦我的妈，太意外了！他妈呀！你是不是疯了你？你要是能说话，你就说两句；不能说话，你闭嘴，没人把你当哑巴啊！说话的时候给自己留点口德，你还指不指着你的嘴以后生个一儿把女的了？我这是嘴，那怎么满嘴是牙，就说些屁眼的话呢？你那是嘴吗？我一个小姑娘演出呢，不是比美呢，我好不好看？又你在那叭叭叭啥的？看我牙大，能抠破麻将，还能胜负军旗，我这他妈是象牙呀！强奸犯见着我都犯愁，不知道搁哪下手，他瞎呀！你让他家的观众看看我长得就那么不清晰吗？啊、嗯，一堆块都在这摆着，肚子肚子，屁股屁股，啥啥的。别的女的长啥我就长啥，而且长得都对位，也没寸吧？怎么不知道搁哪下手？关键的是我他妈遇不着强奸犯。谁敢强奸我？求之不得！我都憋啥样了？憋的胖子都脸，我他妈不出去强奸别人的就说高兴，强奸不行。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人都有用武之地，长得再好看都不能顶饭吃，当活儿丑是吗？可人怎么的？就我这样的，现在给我扔男子监狱姐带的刀送子英使了。是物以稀为贵，你长得这么好看，这么精神，你不也唱二人转的吗？怎么的？你咋没当鸭子去？那多挣钱！我跟你说，你说话注意点啊！别说话！我说话怎么的？我屁眼刺的。你要是长得好看吧，你说说我也行。看看你那出23，长得跟32似的，满脸全是褶子，可倒怪省事的。下两天落个汤蚊子，你都不用打，一笑嘿嘿，急死了。还有这么省事的？穿的可倒怪嘎，一身白，那么素着呢，家里有啥事了？能不能会说点话，行不行？我这都是轻的，你给我形象好点，你当着大家伙儿磕着我嘚瑟啥呀？啊，我就请你光腚骑摩托嘚瑟你爹呀！你看没咱俩哪个大哥不比你有身份？谁像你了呢？做人一高低调，不要太张扬，装大了都不好。我告诉你一句名言名语，说装逼者乃奏之而不亦惯乎。
好啊，说长得有自己的独特气质哦，都说长得像木像鱼又像风哦，就他妈不像人。但是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自己心态好，只能我觉得女人太漂亮会很累的。是吗？我以前就是身心都疲惫，所以我才把自己打扮成这个样子。我不喜欢我的身边很多的男人围着我，但是人要是招风，你挡都挡不住，你控制不了他吗？是的。就像我今天白天上马路维修的呢，我就在跟人说我正走着，一个大哥就把我拽着，说啥都不撒手，吓我一跳。我说你干什么呀？你这是干什么？说欺负我，喜欢我，完了说要包我。那得出多少钱呢？3000。三千。那是就机灵鬼他妈犊子，是人人吗？哎呀妈，你这样的3000块钱应该干了。包3年。谁干？你去吧，我他妈低头一合，一天才包3毛来钱。我跟他说那犊子，我们二婶站在江边，都是一个老头抬的，给我5块。你怎么都是老头儿呢？咋回事儿啊？啊，老头好，我现在有名的江边老头乐。现在不行，天都冷了，老头也少了。现在金融危机，我也不挣钱了。身上来了，那哥俩鼓掌。我一瞅着他就赶紧喝啤酒，这不敢瞅我。我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吗？那我不给你道歉，别不好意思瞅我啊。吓冒犯了。哥，你跟大家伙说实话，你看看我，你知不知道在哪下手？您说话呀。表个态，你不知道没关系，我配合你。哥属于腼腆型，不好意思。不喜欢我就对了，就你那体格，我一屁股人给你做成标本了。哎呦，你能不能吐出去？咽下去。我那一在这个舞台上演出，我就失去了自己，无法控制我的情绪。特别我一看到你们脸上有那么多的笑容，我就格外的激动。很多朋友对我都很熟悉了，来到我们美丽的斯卡拉演出已经好长时间，有很多的朋友没有在这里面见过我，没有关系，大家欢聚一堂，我就一定会让你们对我有所了解。介绍一下我的身份，我的名字呢叫做小黄飞，今年的周岁18，毛岁37。37，这个有点多。能够见到你们是缘分，因为我的家乡并不是你们东北，我呢从香港来到大陆。你说你长得跟他妈煤气罐成精，咋在香港呢？香港缺煤气啊，这看你好像香港那边。香港sorry， 哎妈太他妈 sorry 了。我呢从宝岛台湾来到我们槟城。你能不能说点实话？这唠会儿嗑。也不是香港的，也不是台湾的，老家呢来自远方，我那哈吉林的。我记得是2008年的正月，我呢从吉林坐飞机来到哈尔滨。说坐什么飞机了？上身了这是。那么闹心，我从吉林来你跑我干什么玩意儿？香港不行，台湾不行，吉林来也不行，你能不让不让我出来了？什么？我不让你出来？他妈吉林到哈尔滨这么远地方，你说坐得着坐飞机吗？我有钱呢。明天我坐火箭炮来，后天等见了，学生七号宝贝，我有钱，操你妈的！不是你说你生气不是？我又不是我上斯卡拉的演出，我坐飞机怎么不行？那斯卡拉是这么牛逼呢？啊，最好，我一个演出穿一张飞机头奖。
去哪儿要的。不好意思，有点冲动。不要跟我从哪里来，也不管我是什么样的，只要从工具来。走到风趣堂就是一种缘分，缘起你来相会无缘，对面不相逢。前十五百次的回眸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，百年修的同船渡，千年修的共睡觉。啊，共睡觉，那叫共枕眠，怎么共睡觉？那么多事儿，那枕眠那不就是睡觉的意思吗？这是文言文，我不懂文言文，什么免不免的，我就睡觉，我就跟你们睡觉，跟谁睡觉？走去。谢谢谁呀？我王英一个人，行行行行。没控制住。不好意思啊，哥们儿啊，那个以后来斯特拉身体不好，别坐第一排。谢谢，受惊了，老哥，快受惊吓了，惊吓，受惊了。真的很感谢你们送给我这么多的包容，这么多的理解，还有感谢我们的老总啊，能够提供一个这么华丽的场合，让我们欢聚一堂，还有感谢我们出色的主持人张鹏先生给我带到了这个舞台上，感谢台上的每一位贵宾，感谢各位主办方，感谢 MTV 是 CCTV 中央电视台。你不知道过劲儿的说中央电视台。感谢那，感谢我的经纪人给我包装成这个样。阿飞呢站到这个舞台上。什么阿飞？你不刚说你叫王飞吗？怎么变阿飞？咱们现在需要冷静。你别这样，你别干啥呢？演的时候像自己。谁这么叫？就是一组阿杜嘞，我一阿飞。飞仔呢有点压抑。你不叫阿飞吗？怎么变飞仔了？到底？人家是华子华仔，你们怎么这么叫飞仔呢？飞仔。我从这穷山他妈中五仔。飞仔。希望你们能永远记得我，我的英文名字叫秋文。秋文是他妈山炮的意思，不懂英文。我叫不秋文。什么语言表达我的心情，给大家唱首歌。唱首歌啊！答案是我曾经在英国、墨西哥得过奖的一首主打歌。我英国有墨西哥吗？你给国家的是？啊？没有墨西哥。对不起，我懵逼了。不是懵了，懵。答案是我曾经在日本伦敦得过奖的一首。日本有伦敦吗？我吹牛逼，你行不行？我这边上完了，热带猴子飞飞，真是哭着我的耍大刀，够鸡巴呛。演的时候上来十多分钟，让人坐这儿边。别着，我这个人呢，向往和平。我觉得见血腥不好，这么些观众吓着人家，我这是演挺吓人的。真的不是，我听你的话，他怎么还有对我动手，是不是？什么见血腥？我看你想怎么的，我就拽你了，怎么的吧？
的，别别别别，你们俩动手动脚的啊！碰一下怎么办？你滚出去，不行乱碰，知道不？我注意点，这是我们男人的长处，不行乱碰，知道不？嗯？我们男人的长处，不行乱碰，知道吗？多长啊？你从这儿给我抻江头的时候，我算着。我都不这样式，我跟谁说的？我跟你说，咱俩这是不一样的啊！那当然不一样了，我们这是养育人的，你那是祸害人的。夏天的时候，我们女孩穿衣服老讲究了，怎么了？啊，人家把那有沟都露出来，完了把那大都露边了。为什么呢？露边了就显得白、性感、大方、美。哦，就是，嗯，敢露边了吗？完了，那我没事显白。你看见我有没有一种想把你自己敲了的想法？敲了，不上火，有的时候我自己都上火。怎么的？就说一个小姑娘二十来岁就到这样，你说以后可咋整？挣还挣不多少钱，按转这玩意儿唱的多闹心。挣不多太多钱，上台为了逗你们笑，像精神不好，啥都得说。人家前面那嘉宾，你看人演几分钟就下去，那俩人想好几条钱，你闹笑话呢？对，哎，江鹏还跟着忽悠，没看我演出，江鹏得看着我，哦，好说都嘴了。我真是虎超，说完啥时候就把啥话都说出来了。是，没准人家是嘉宾，接上话里那俩撇好，撇好。没错，应该是绝活。啊？那这是绝活，和你不一样。什么是绝活？你说什么叫绝活？在台上拉手把我吃了，那才叫绝活。有名是江大白，歌曲唱得好，该咋唱咋的。嗯，你咋是唱歌都流行音乐，而且都自己歌曲，是不是？咱跟你比不了。哎呀，但是就看不上我那个料。江鹏，最早，最早。这是一个什么组织？身体还不好，哦，唱歌唱多了，天气变化，你自己就犯病，一犯病上医院嘛，那就敢保护动物了，全都得去到医院去好好看病呗，不得嘚瑟。对面就过来一个护士，长得样式啊漂亮，三十多岁，穿个小护士裙，还看人护士长得好看，都没有好心眼子撩人家，是吗？护士，我给你100块钱，你把你的裙子再往上搂搂。那护士说，哥，你要是给我200块钱，我让你看看我生小孩的地方，是吗？哎呀，那蒋鹏乐屁了，哦，哪有块钱就给的？那护士真尖，把衣服卡一搂，你看吧，我剖腹产。哎呀妈，弄啥大刀口？等他瞅半天，嗯，哪有5块钱我花的多余啊？到现在呢，病都没看好，哦，一犯病你都没听着，吓人。啥病呢？气管不好了啊！就那几个子，我们那是找小姐姐，是吗？啊，到酒店找个小姐，跟一小姐砍价，小姐，多钱？那小姐说：“哥呀，我不要钱。”你咋不要钱呢？小姐说：“哥呀，你快点就行，我怕你糊我身上。”哥，我考你个最简单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说咱们著名
出色的主持人姜鹏先生，他体重竟要70多斤，上厕所拉了一泡粑粑回来，为什么还是70多斤？那是为什么呢？那不懂。拉了一个粑粑回来，为什么还是70公斤？拉不动我了，吃了。我没有说你，你不许说我了啊！停，滚！停！我说你干啥呀？就你那智商，玩你1000遍我都不厌倦。你说我，你敢说我吗？你眼里看你明星，我裤衩上放屁崩。报你老强感谢了，你又厌你了，我又开心。男人你都跟我一样，玩看个二人转，看个蒙斯卡拉的全体节目，你都享受去了。我跟你说，现在这个社会你不玩啥时候玩，是不是？我这人我现在也是，我跟你说，我就长得不好看，我要是长得漂亮点我都能成名，是吗？头脑好使，现在就没招了，形象把我坑了，跟明星大腕没法比的，什么张子怡了、张曼玉、林青霞，都说哪个明星啊要火呀，你跟导演睡觉，完了人家才能给你拍电影出唱片，你就红了。嗯，这不能吃，你长得漂亮，人资本在那边摆着，对对对，我这样，我现在找张艺谋，就张艺谋，我给你出票，给我拍电影了，你能干吗？啊妈，那都别人都不带干的。苏不庸，苏不庸你是不是都认识？都知道。春节晚会年年都上唱歌去，人家能那么厉害呢，就是因为唱歌好听，长得还漂亮。哦，苏不庸我最喜欢的。我也喜欢的。啊，不管咱们喜欢，全国各级人民都喜欢。这事儿不能总唱，我寻思好了，再唱一年两年，攒个3万5万，我就不唱这玩意儿了。对呀妈，就你这样，不插着段，你说你在干啥吧？当小姐。我当小姐，谁能当我这样的？见你就走，薄利多销。我为什么？别人100，我50；别人50，我20；别人20，我5块。你能上哪儿啊？上火车站租个小船，一人5块钱，一间火车里过好几万人，唰唰唰，多钱呀？就是我唱这玩意儿遭这罪。哎呀，能不能处处一次？在舞台上呢胡言乱语啊，其实也是为了逗你们开心，没有办法。但是我知道哈尔滨变成的每一位好朋友，你们都会给予我很多的包容，我不会说太多华丽的语言，你们开心呢就是我最大的安慰。我唱歌不是很好听啊，但是我唱一首送给今天的每一位支持过我的朋友们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我的歌声呢，打动不了你们，但是我会用我的舞姿来征服你们，我把你们征服。